这个死骗子！我跟你好好说啊，首先，我不知道你要拿这身衣服参加比赛，不然我也不能……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干嘛要这么耍我？能不能小点声，小姐？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是谁先骗谁的？你不帮我可以直说呀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恶作剧断送了我的前程？哎，那你要这么聊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，谁让你先骗我的？恶作剧是吧？我也会。懒得理你。啊，叔叔！你干嘛你？叔叔，你不要把我带走了。出什么事？出什么事？没事。世上有80岁的老奶奶要照顾，下有6、7岁的弟弟妹妹。你要是把我卖了，我们家就没有人干活了。赶紧给我起来！你嫌不嫌丢人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儿我可就……怎么了？警察先生，他其实……警察叔叔，他是人贩子，他要把我卖到外地去。人贩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是什么人贩子呢！我没有说谎，他那还有我的衣服呢！你别继续演戏了啊！我没有骗你，里面有一套裙子、一双鞋子，还有一条珍珠项链。他先骗了我的火车票来到上海，然后又骗了我100块钱去买了。哎，骗子，别说了，拿过来看看。人贩子。我没有说谎。得了，先跟我走一趟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抓起来！万一这事传到我爸那儿，就麻烦了。我钟阿文，你知道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走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兄弟，走！程英，我一定会找你算账。走！走！应该抓起来。哎，进去干什么？就算是犯人，你们也不能这么对我啊！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